可恶，姐姐真小气，竟然为了那点食物害我在牢里待了一个星期。哼，这口气沈科的叔可不忍了。姐姐姐姐，你给我出来。没人，问题不大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先把你的乞丐窝烧了。喂，我的房子，可恶的小弟，快出手。姐姐你回来了，不过你在说什么？风太大，我听不见。听不见是吧？喂，是110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我还会回来的。110这三个字还挺管用的嘛。现在好冷，房子没了。哎，我的乞丐窝怎么有个保险箱？难道里面都是神器？发财了发财了，武器装备齐全，接下来当然是找小老弟算账了。小老弟你快给我出来。姐姐你这上气接不到下气的样子要干嘛？不会是房子烧得不够干净来找我再烧一烧吧？不过我是不会上当的，你肯定找了警察埋伏在附近，当我烧房子就逮捕我。小老弟你现在鬼精灵多了呀，可惜你猜错了，我是来找你赔偿的。又想套路我，你乞丐我又不是我烧的，赔偿是不可能赔偿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不赔是吧？那就尝尝我都大宝剑。别打了，我赔你就是了，这么多草都够你盖个更大的乞丐窝了吧。我那乞丐窝可是为我遮挡日晒雨淋，陪伴了我多少个黑夜，你就赔这些草垛，看来得再教训一下。别别，我刚刚是拿错了，这些钻石才是赔偿。这还差不多，正好这些钻石跟我重盖乞丐窝，姐姐先回去盖窝了。一组钻石只能盖一间火柴盒，不过相比之下比茅草屋好的就行了。噔噔噔噔，豪华乞丐窝大功告成，住在钻石间的乞丐窝大概也只有我小某人了吧，哈哈。